Hello Man 級嘅讀者，大家好，我係郭柏兒穆斯塔。比較係呢個枯燥乏味啲咯，即係可能即係平淡啲咯，簡單啲咯。文心即係讀書咧，真係唔係好叻啦，所以咧我要花好多嘅時間去讀，不斷咁樣重複去温，比人哋要花更加多嘅時間，我先至可以讀得好咯。咁所以我就一路都係讀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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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我哋身邊都會有啲同學仔噶嘛，即係佢哋都會可能拍拖啊，做下其他唔同嘅嘢啊。但係我即係我自己睇啦，我覺得好似真係做咗其他嘢咧，會分心，令到成績唔係咁好。咁所以我都冇話去可能拍拖啊，或者可能參加更加多其他唔同嘅課外活動啊咁樣咯。所以就變咗成個過程都好似淨係讀書咁樣。因為我個 master 係 part time 嘅，咁就嗰陣時翻國泰啦。我翻一年之後，我就覺得我好似想試一下啲新嘅嘢。其實如果我一路再繼續喺呢個 catering 嘅行業，可能都係不斷升上去，或者轉其他工，我會唔會有機會可以試到一啲，譬如係同我呢一個食品行業唔相關嘅嘢咧？咁嗰陣時就咁啱有呢一個講者嘅 promo 咧，就係話嗰陣時我記得係筍工咁樣，類似咁樣嘅 title 咁樣啦。咁跟住我就我屋企人就話啊，你會你想唔想去試下？咁跟住我就覺得好似都係一個契機去試一樣新嘅嘢咁樣咯。咁就好有少少盲中中咁樣就參加咗講者。我覺得好壞參半，我講咗壞嗰 part 先啦。我有時候都會有一個小遺憾嘅，就係咧點解我中學嘅時候唔拍拖咧？即係好似人生缺失咗一個小 part 咁樣咯。即係好似因為我而家會諗如果我中學拍拖嘅時候會點樣啦？即係我著住校服去拍拖，唔知會點嘅，即係我會有一個呢啲少少嘅遺憾喺度咯。有時候我會唯有係問人哋係點樣咯，即係可能你哋讀中學嘅時候拍拖係點樣㗎？好嘅喺邊度啊？我覺得係可能係而家大家有一個 talking point 啦，就係大家會覺得我係A0 咁樣啦，或者即係大家會攞呢一個 quota 咯，跟住好嘅地方可能就得呢一個咯。我會想的原因，我都想試一下真的拍拖的個感覺咯，因為即我而家咧係有時候都會咧唯有呢個煲劇去彌補翻呢一個，即係腦補翻一啲嘅畫面，因為有時候拍劇咧睇好多情侶嗰個感覺咧，先會做到出嚟有啲咩肢體語言啊，有啲咩眼神啊咁樣咯，即我就會唯有參考多啲呢啲韓劇咯。不好的地方是我有時候會很害怕這個受傷，因為有時候拍拖可能是你要花很多時間和心機去跟那個人相處，但是我怕到頭來是令到自己很不開心的，因為有時候我不開心我是會放在個心裡面的，那我就令到我那一刻做的事情會沒那麼好，即可能會影響到我工作。因為咧，我睇韓劇咧，又真係好離地，即係好夢幻咯呢個人。但我感覺係現實唔會出現呢一個人。我係貼地啲嘅，中意啲，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好好嘅身高或者好靚仔咁樣啦。即係可能係我諗睇嗰個感覺咯，同埋係大家一齊相處嗰個模式咯。因為我自己，我覺得係中意啲即係平靜啲嘅人嘅，可能即係大家一定要相處到啦，同埋好啱傾。